拿起两只狗头冰棒，可爱的红贵宾以及发抖造型栩栩如生。台湾冰棒近期不止红到日本，也越来越国际化。美国知名歌手 Katy Perry 在社群媒体看到台湾美食部落客介绍贵宾狗造型的冰棒，没想到让爱狗的他直接分享，即使没有打上任何文字，也让这只冰棒瞬间爆红。有点惊讶，就是怎么会这么突然就爆红，蛮开心的啦，就是也为店里就是增加了很多曝光率。这个冰棒的造型是酸性店长和老板用自己爱犬的模样去制作研发，花了2到3个月的时间模具才设计完成。我们花了大概2-3个月去那个跟设计师去沟通，然后去做 3D 的模拟，然后做出来做那个模具。同样热爱台湾美食的欧美明星，还有他美国饶舌歌手 Cardi B， 曾晒出自己采购后的台湾零食，其中这款黑糖波霸雪糕大赞超级好吃。还有这杯裕源连锁店的珍奶，留言表示：“如果你在洛杉矶看到这家珍奶，一定要喝，我爱死了。”而从珍珠奶茶到冰棒被巨星转发爆红，现在业者也希望有朝一日大明星能够亲自来台一品台湾美食。三新闻谢文燕、黄世涵，高雄采访报道。